另外我在平常的舒压就是我会带小朋友去双北的这个特色公园玩。哦，哎、欸，对，现在特色公园越来越多，就一直在储存我带老婆跟三个小孩去特色公园玩的这个照片。我们这边看一下哈。对 对, 對，然后就是各地的特色公园啊，然后有好玩的地方、哦，那就是我自己会上网去收集，然后跟他讨论、嗯，那看，因为真的是当发言人或当民代吼、嗯，就是那个时间非常压缩，那只有一天的时间、嗯，其实根本无法跑到别的县市去、嗯，所以趁假日的那个很都在新北玩这样子，非常短的时间、哦，可能在新北啊或者是台北市，其实台北市有很多很好玩的特色公园。嗯，没错，我儿子也很爱去，所以也比较近啦，所以就开车就比较方便啊。然后带他们去玩了之后，就可以我再去忙这样子。嗯，对，你再去忙哈，你的工作。最好玩的是我儿子很喜欢的是、嗯、他陪我上班之后，嗯，中央党部对面的那个华山的特色公园就很好玩。哦，还是你逼迫他喜欢那个地点，因为都在你上班附近，很喜欢玩那个在。嗯，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小朋友很懂事，在民进党的北平东路的对面有个华山公园，华山公园有个特色公园，那边有溜滑梯啊什么，其实小朋友都非常爱玩。